是我们看不到东西的。正前方，左边，左边。好，右下，右下，右下，你看这台。好，两位这边。来这边，这边。来，左边、右边都有了吗？来这边。来，来看这台，看这台，看这台。看这台。看不看他翻脸？两位左边。来这边，这边。来右下方，右下方来一下。来右上方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好，来，好，好，好。来这边。OK。八月初有个演唱会，对，但是，所以我不好意思，今天我尽量都戴着口罩，保持健康的状态去看演唱会。你是今天才到吗？还是昨天就到？今天到，就是特别来为了心结。对啊，然后明天就回去继续彩排，但是因为就是他人生的第一个演唱会，对，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来看。但只是很不巧，就是。正好我也是脸大过敏，所以我今天也是很不好意思，就戴口罩。对啊，你们有没有？因为我知道你们跟欣姐都是好朋友，对，有没有给她什么打气还是鼓励？听说你给她很多建议，对不对？好像给她很多建议，保持喉咙之类的。有，因为我们都经历过各种演唱会之前的很多的状况，然后她也会问我们。这个要怎么办啊？喉咙痒痒的怎么办啊？我们都会给他一些，怎么说分享呢？ 对，然后还有就是，我觉得时间越靠近，那个紧张会越明确，所以有跟他分享一些怎么可以放松一点、relax 的方式。那欣姐好像有许愿说，她接下来巡演的话要请你们当嘉宾。没有问题、啊。对呀、啊，那有什么问题？肯定是要，当然没有问题。对，肯定是要集合的。对，很期待，很期待看他在台上，因为我知道他准备了很久，对，他也非常的用心。对，我记得他好几个月之前来香港，然后要选衣服，然后我也陪他去一起去试衣服。那个过程我觉得我们都有参与到，所以今天非常期待看到他在台上发光发热。歌吗？有，我点了《裙摆摇摇》。都想听，我都想听。好、哦，那我们要准备进场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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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有吗？没有，没有。